这搬家吼，就是台湾常常看到的分三种，一种吼叫大搬啦，吼，就讲咧大搬家。大搬家。哎，安尼吼上大只，敢若阮只好大只。啊，这吼脚只拼，是安尼，甲阮只要共要共，或者金背搬家。啊，再来第二种吼，就是头拄你讲的。含本来遐吼，那有迄珍珠嘞，吼、哦，遐有做珍珠斑甲，含本啊，珠情斑甲，有啦，足济。啊，咱我当年远看到上济哦，伊讲伫厝顶啦，电火线啦吼，遐个规个哦，遐就是叫做红斑甲。我讲你电火车啦。啊嘿，红斑甲吼，搁一个名吼，做灰斑甲。好啊，安尼，咱大概分这三种啦吼。斑甲，啊，这个斑甲吼，伊脚骨吼无共色，啥色？咱若迄个红斑甲吼，脚骨是乌色的。安尼啊。啊，若迄个朱颈斑甲、甲金背斑甲吼，脚骨是红乌红乌。哦，红乌。哦，迄无共。啊，若像我按你讲的这个斑甲吼，咱若买斑甲吼，就是红斑甲吼，伊的脚那个部位就好。阿姨，阿姨，我过来问我靠，阿姨，我来甲进。阿姨，出去看卖迄种，脚只变愈红，就是干的啦。哦，啊啦，较普较白雾白雾的，就是母的啦。啊啦，迄只是无啥色啦，哦，这是啊。哦，啊只多。啊，较早的人哦，无通食。看一个朋友哦，因兜饲猪，啊，迄饲猪哦。拢会不饲了落去，啊！迄搬家吼，哦吼，拢起码几百只。迄阿姨哦，因为伊个饲鱼哦，妈妈忙的嘛，啊，搁挂一空吼，搬家有咩理会？伊咩阿姨转了，用一下房啊，去飞，再搁起来在个食吼，就要甲忘掉嘞吼，啊，这边都挂去，过了就过了百只，过了两只就过了。